我们要最后一首歌喽。再花钱进来一次啊！好，好的，耶，掌声。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，前面最后一首歌了。如果你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，那就代表我跟问方今天的演出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因为一场好的演出呢，并不是让你觉得结束了你就觉得啊，好满意回家了，而是你会期待在下一次遇到我，在下一次跟你唱歌，对，有吗？有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我觉得我被鼓励了，很好，我好棒，我棒棒，好棒，好棒棒。但是那个音乐会，我们要不要跟他一起动一下？毫不动的时候。别说我不懂，送给你们。你帮我拍两张。快拍，快拍，快拍！人心如何，其实不想联络。你说人总要学会牵手，吃定我的软弱，你没有错。对于你的言辞闪烁，对于你的言不由衷，我无话可说。别说我不懂，那都是借口，真心话说不出口，走下去只会更寂寞。别说我不懂，好听的话别说，这一次你决定就多情的传达宇宙，你说我们
碎过，也说我不。